从全面禁烟实施同埋禁烟特种部队成立之后，市面上非吸烟嘅人士近乎零，连一个烟头都冇啊！今日司警破获咗历嚟最大嘅食烟集团，拘捕咗五个人，其中包括云斯顿耀国、波荷曼潘少、万事发虎仔、黄鹤楼辉爷同埋红塔山云二。但系集团嘅主脑洪双喜元总目前仍然在逃。警方呼吁，如果见到有可疑市民嘅话，请即刻同警方联络，电话系28999999。无论是室内或者室外，已经全面禁烟，同埋吸烟对身体唔好噶，惹呼出嚟嘅二手烟亦都会影响身边人嘅健康。先生，我都劝你尽早戒烟啦。Sorry 咯。